101第28章第二个部分笔法。哇，我们看这个字。这个笔太粗了哈，而且写太靠近了。有些字结构就是这样子哦。之后我们还会学到哈，老师会分，有些字要特别，离远一点的老师会分类哦，都已经分好了。好，那这一笔呢？太左边了，可以再右边一点。哎，这个小朋友还知道要斜呢，只是太斜了。比较大的缺点就是靠太近嘛，哈。然后这个"啵"的写法，老师讲"啵"的写法就是都圆笔，圆的这样子哈。好，所以这一笔也不对。然后他的笔法都没有写出来哈，几点下都没写出来哈，这几点下要写出来。啊，然后这个没有圆笔不行哈，这个勾也很恐怖啊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就比较好看了哈。那第一笔短横写错了，怎么会抖成这个样子？这个不错，这不错啊。然后这个是挑，挑的话后面要变细哈，就甩出去。接下来这笔写这个差不多，写到9哈，那这个可以再长一点点。啊，这写法不错啦，只是小朋友一看就知道说他有重复在描过哈，这应该算不错的字，但是笔法比较弱，结构就是位置写的不错，那笔法弱的。哦，所以真的每个人字写出来差很多啊。好来，这个也是不行哈。好来，第一笔，这里太重了，它还是细到粗。你可以看到老师写的书，这个像书法的字就知道了哈，细到粗。然后这边也不对，这个要写在它的左边一点点，这里2层楼，然后写上去。短横有积水不好，这里有积水了。好，接下来一样哈，这小朋友都写不好，等一下到时候特别，你这个笔法上你可能要特别练一下。好，这个写出来感觉不一样哈，这个是比较胖的。我们那个书法字去看一下，也有人这样写胖胖的哈，但是老师最后就是选择这样的写法。好，第一笔不够写，第二这个第二笔对了，第三笔挑也不够写，然后这个太长，这个太短了，这个你看这个字要让它看起来长形，它写胖胖的。而且这一笔应该右边一点啦、这太长了就没办法，那看起来会怪怪的啊。好，看一下，一看就知道了哈，太低了。好，应该只有这个缺点吧？哦，还有短横，这个太大力了。我们这边都是轻到重哦，想象太阳在左边，太阳光这样照过去，左边小，右边大，左边细，右边粗。好，短横写错，这上面也是短横写法，你不要写这样就不好看了啊，没有对比。那所有的都这样子啊，不好看啊。上面的部分都是往上仰啊，记得仰视哦，上面的就仰视，游泳的仰视啦啊，头在上面啊。好，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缺点哈，小朋友，这个是结构的方面，这太低了。那笔法呢？往上推，然后再往上慢慢拿啊。这个小朋友是写的比较快的那一种，采用学校的写法。这边不好看，就这一笔写错位置了啊，笔法也不对。啊，然后这个没有弹性啊，注意看。但是写的太硬了啊，这个好像在拼七巧板，每个都是这样子，平行直直的啊。好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